还小嘛，我就跟着村里面的那些大哥哥，然后就一起去。当时的那个就是那个氛围就挺好，就是整个村的人都会到那个现场去支持打篮球的这几个人。当时我就觉得就是篮球这个项目就让我很兴奋，就是让我特别想去做这件事情。我也想让自己能在以后长大后能站在这个球场中央，成为一颗闪亮的明星，当时是这样想的。当时是那个村里面是没有那个灯光球场的，就是一个人在那个黑黢黢的那个草地上一遍一遍的重复着那些动作，就是模仿着他。所以说我一直就是把他当成我的信仰，这样子是一股精神。还有他对那个对篮球的执着，然后他整个对一系列的精神就一直的激励着我。就是有了篮球就给予了我的生活中很多的动力。就比如说刚接触打篮球之前，然后自己身高也不是很突出，然后就被很多人质疑，但是我一直都也没有说放弃，就是自己通过自己对打篮球这股劲，喜欢它，热爱它，然后就一直坚持下来。先让自己平静下来，不能让这些事情误导自己以后想要去做什么。比如现在我以后我想去考研究生，然后我不想这个意外的走红让我偏离这个路线。未来的职业规划我还是想做这个与篮球相关的一些事情，利用自己然后学到的东西去帮助更多想要学习篮球的人。